来，我们来观战一把现在榜一的鹿头啊。阵容方面的话，机械囚徒、魔术师加佣兵，天赋是带了三点狙进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就这个开局，我觉得这鹿头都已经赢了，对吧？这个佣兵别说第二波好不好，就第一波我就感觉他救不了人了。这套阵容机械师不好，不能不好溜，对吧？打一刀，然后追一勾，一刀带走，挂上这佣兵得卖啊！穷者如果说这把佣兵不卖的话，这个局大概率是一个鹿头能够去保三保四的那种，就争三争四的一个局，不能救人的。这里挂上以后，接受二如果能溜出去是最好的，他还要过来打娃，这万一戒师带三摇呢？小伙子有点贪，不过戒师就算带三摇摇下来了，走也走不了，这倒是事实。佣兵卡着别救，外面两个人猛修，一人修一台，然后修完以后再要求生者有机会能牵制起来，这个局才有望去打一个保平局。我说到这里大家肯定是赞同我的，但是万一待会儿出现一些意外，然后你们要说了，对不对？相信现在看得懂局面的人，我说的这些分析是肯定没有错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佣兵不救啊，大局观非常的好，这样的话拖着这戒师可能是带假妹的，找到佣兵放一个夹子，哎，这边要一勾勾过来，能夹住吗？逼走位，一个护臂跳，这一手要勾住那就有点好看了，他这里还要先放个夹子，坏不坏？再等下一个勾救下来还行，接受啊，想扛刀没能成功，这边有没有机会追一个佣兵的双打？佣兵一个护臂弹，佣兵两个护臂以一勾为代价把人救下来，不亏啊，不亏的。鹿头这边刷一个二阶，两边的话我觉得现在打完以后鹿头六穷者四，挂飞一个人，看下一波的一个追击节奏了。这波追击节奏看，因为他有无限勾嘛，无限勾来赶路，找到下一个人最好是囚徒相对来说会好抓一点，魔术师的话两根魔术棒挡勾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再加上这个魔术是一个绝活魔术，来镜头给到魔术啊，这边看一下，马上来了，来魔术师有反应，来了飞天小鹿头飞过来，怎么飞？飞减你速下板，再减两层减速，还有擦眼什么的，勾分身挡一刀往前走，鹿头这里绕过来，方向上面没有判断对，先把你这个盒子踩了，线圈踩掉，这波魔术师的这个分身是非常灵巧的反向走了一波，躲过了这一轮鹿头的一个追击，但凡魔术师这波倒了，外面两个人没有搏命的，倒在这边遗产级，我觉得这个穷者就没了，再过来抓抓囚徒就相对来说好一点，这电交的不好反而要取消擦刀的。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勾减速有没有减到，这边勾，这无限勾，反正我只要勾在这边拉近距离，然后 这边各种躲速，这边交互点骗减速砸头，还行吧，两边都没有给到机会，但是魔术师来了，镜头再次滑到魔术师，这个魔术师千万不能倒，要倒也别往这边倒，倒在这边整个人没了，下一个夹子一勾一刀啊，减速勾中了没了，倒在这个位置甚至待会儿是可以切一个失常把这台电机给踹了的，囚者这边没有办法救，看一下囚徒这边是远程补还是怎么说，无限勾找足迹，好像看见了没有，佣兵有两个护臂过来，哎，这佣兵好像救不了了，这里等先要把人卡过半，等下一勾卡到位置，佣兵跳过去，博弈
四秒钟有勾打一刀，还行，卡半给他救下来了。看足迹，跟足迹，看魔术师，囚徒这边怎么说？再连，再连，哇，这也能点亮吗？佣兵两波救人非常的好，勾过来，一刀魔术师没过半的底牌还没换，差一个眼去管门，这里佣兵没有护臂了，42%，这个门暂时点不了，还不好说。局势的话还是一个鹿头保平，真是。虽然说穷人已经打得很好了，但毕竟开局比较烈啊，毕竟开局比较烈。放娃补电机，然后这边看情况把人挂回来吧。无限钩来找人，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魔术师给挂过来了，或者挂小门也行啊，或者挂小门也行。他要把人挂大门，大门这边椅子更近一点。小门方向的话，我觉得因为这边他又有夹子有眼的，可能求者不一定敢开，然后敢开你敢开我也看得见你啊。这里来找佣兵，这白板佣兵勾应该是没了，三抓啊，没有出现意外情况。求者打是打得很好，这个佣兵的话有一说一，他救人还是非常非常稳的。第一波救人对吧，精不精彩？一勾就一勾，哎，博弈，心理博弈，哎哎，怎么就那个啥了？过来找人，刚才不是已经看见足迹了吗？这不对呀，他刚才看见足迹了呀。挽留快要结束了，这里囚徒躲的位置其实挺好的，不怕你勾。这佣兵囚徒走啊，佣兵想要跳地窖，排一圈地窖点。我刚才因为我们知道佣兵的位置，所以我刚往里面看了一下，我是看见足迹的。没事，这边无限攻门还没开，够了够了够了，还是除非这佣兵走位非常好也没用啊，人家一勾一刀没挽留怎么地，没挽留你也是一刀没。等会儿这边大门什么时候点开的？大门点开了吗？